我不太敢讲，因为我怕我讲了我就会太明显。我到现在还在忍住我的眼泪，真的。我对刚才这个表演非常非常感动，非常非常感动。谢谢谢谢老师。非常非常感动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还可以再坦诚一点，就是可能这十年来这是让我听过最美的一首中国五声音阶的作品。谢谢谢谢。他不消费中国文化，他不消费中国人的情感，很真实，把重点抓得刚刚好，紧紧的把要传递的资讯用最传统的方式呈现给我。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如果这是一首放在你专辑的歌，我可能会觉得很恶心。 Oh no。 但是今天是有命题的，你做得太好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哇，做得太好了，真的真的，我很激动，真的。我整个人是，我好感动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老了还是怎样，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这个作品，很棒很棒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我真的觉得这个歌太美了，那个意境，它带你见证了一切，整个过程，然后很真诚，很真实。对，我很感动，真的，我真的很感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莫名的感动。